展鹏最近被业主控诉，话之前租住将军澳维景湾畔一个800多尺三房高层单位，提前退租不特只重欠租，而且屋内有损坏，包括地板、冷气机等等。陈展鹏同日出席活动时，带其挥洒骨截图做证据，反驳业主指控。过昨一日，事件仍未平息。今日业主同样罗辑证据，向周刊再爆料，指摘陈展鹏包括租约、热水炉及无理由下失去联络。取晚联大台东张希望都有讲解按金系无可以代替租金一事，讲翻句公道话。业主同样罗住白纸黑字证据，再次控诉陈展鹏三宗罪，包括租约、热水炉及无理由下失去联络。租约问题之前陈展鹏就样同传媒讲，一年内有问题就可以一个月前通知业主，再要毕一个月就可以卯事，并无系卯交成年租。而业主就罗出租约，租约里面第一项就写明由2017年5月1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，规定租客在租用期内不得退租，否则按照所余租期之时间赔偿租金。如租客在租用期一年内退租，业主有权扣除一个月按金之数目以弥补损失。租约入面关于退租条款仲有一项，租约期满，住客如继续租赁或退租，须于一个月之前以书面通知。业主反驳陈展鹏话一年内有问题，一个月通知业主就可以搬走讲法，业主重话租约系陈生提供，内容系地清楚先至签。根据2004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，2004年7月9日当日获知后签立的住宅租赁，这类租赁将按照租约条款或业主与租客同意的其他方式予以终止。如租赁并无规定或双方亦无协定其他方式终止租赁，依据普通法原则，固定期租赁非特赛德丁特纳西S 将在租期届满时终止，为旧固定期租赁非特赛德丁特纳西斯而言，不得早于租赁期届满日。热水炉蒸馏至于陈展鹏话，屋起最紧要系个煤气炉，隔日就讲煤气炉。好重要，因为我妈咪洗碗时候天气冻，年纪大，只手无可以动，要热水。系入伙前四月份已同讲煤气炉要换过葛新，无系拖一两日，系几个月，真系已经顶无顺，冬天真系太冻，我问煤气公司上去，你无搞我就自己搞，我留张单比你搞下搞下搞到上年年尾先置换。不过业主就反驳称，一月份收到陈展鹏通知化工人防热水炉坏左，但因为煤气单系陈展鹏个名，故业主叫陈问煤气公司上离更换，费用由业主比。点之过作段时间，陈展鹏同业主讲煤气公司换无道，叫业主审办法。最后业主方换作一部，费用由业主支付。业主又称，我有单有据，陈生几时有比过钱呢？业主众罗出会萨普截图，指陈展鹏系2018年1月2日向业主表示热水炉用不到，请安排维修师傅。而业主提供单据证明系2018年2月28日用3899美元文系该单位买作布施 2LR 热水炉，重系2018年3月2日完成安装。是联络业主重化陈展鹏系各对数口经人输出租住时，有多也要换，都系由业主比钱。
业主画好似窗帘路轨，$88文，都叫我比，我都比翻。证明陈生树木好清晰。业主仲重申陈展鹏断晒联络，无法协商，所以先质问传媒协助，迫陈展鹏现身。同场加映至于徐婉大台节目《东张西望》都有讲陈展鹏单新闻，戏尾段主持人陈廷钦就话究竟按金戏咪可以代替租金呢？之后陈廷钦根据租约条例解释话，一般租约列明按金戏无可以代替租金，按金戏业主收翻单位时去到单位检查过毛问题先至退翻按金。当然如果业主同租客双方达成共识，戏可以精选余文戏晒于果 http://fb.com 阿普尔多尔立刻余文乐陪你走遍全球追星，即刻余果 FB 专页。